crush on.这个位置已经帮你拿好了，你看到吗？你往下看，那个位置已经帮你拿好了。对，今天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这个桥段，因为我听说呢，我在小巨蛋的演唱会的时候，对了，你也有看，但是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我演出完以后，你竟然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表演，我竟然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让大家看到。 他的才华，那才华是什么呢？感觉你已经准备好了耶，你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其实我只想看到你跳一支 Michael Jackson， 好不好？ 就是 Western 有点太西洋的，太 international， 那我们来个 local 一点好不好？ local 一点就可以了，那我们来个500好不好？